打野是，糟糕，我这波得跑，别回头，哇，大节奏这波，那我们把野区换回来，我们上单就记了，很伤啊，兄弟，而且他利用我的核刷野，这波就属于一个，明显的偏差了，就是那个韩服小组很喜欢这样，混野区的话我很亏的，我下路没有机会，没办法，小组这英雄一级很弱，我守不了，守不了一级很弱。 现在我们只能祈祷，他别回来守野区，但他回来守野区也有好处，只能给他通知一下，因为这波没有办法，对面直接一级要人过来把我赶走。 因为一级一般来讲打德莱文的话，他应该会过来排视野的，知道吧？去排上路视野的，他没有去排视野，就过来赶我。这血量我抓不了，先推了。哎呀，炮这边不到，先推一下。杰克拉夫用 TP 了。我的心如此疯狂。B 是最好的选择，B 可以完全抹除掉我们野区的劣势，因为这波一级稍微劣了点，买了装备之后出来就好一些。 回去吃河蟹，然后保一波刷路线往上刷，德莱文不能不管，下路可以发个鱼，但德莱文不能不管。这里有个泰坦，所以也是没什么机会，咱慢慢来是吧？这把九直接选走，就对面文彦不是也选？来了，对面很懂，因为文彦这个英雄你必须得帮。相对的我们也一样，德莱文这英雄我们也得帮。我有装备。 我不要河蟹，我要这个，你得帮我兄弟。对面马上给他梦魇过来干他自己的。哎，糟了，他死！我操，这么顶！完了，我这个失误了。 看我这波大招后能逮住他不？逮不住。哎呦，这波猜错盲僧的位置的，过来把经验吃一下。这波猜错位置的兄弟们，我感觉因为中路也是残血。 不过也可以侧面看到啊，我家里也需要也点点有点多，不要硬抓，咱慢慢来。这个虫子给力，盲僧也不一定敢打虫子，他可能会优先选优先选的小龙。我们慢慢来看队友怎么样。哦，打虫子了，那我上路压力很大了。这个德莱文玩的挺不错的，但没办法。 开局被别人设计了，因为这个三叔他之前被我反过野，他之前被我的一级开野套路过，他感觉我还要去反野，他直接过来了，直接 Q 走。 他有个短刃，但这波我们打架五五开，这波打架五五开的，下路不见了，什么情况？那个小龙吗？不可能吧！
但是好久没出来了，小龙。太久没出来了吧，兄弟。别冲动，别冲动，名牌过来，盲僧容易反动我们。我们看看上路没机会，慢慢来，走吧。他的盲僧，三十八刀在下路反动我，这个血量，哎，这个、血量，哎，原地回身干嘛？哇，伤害很高，而且预判了一个一级的，好细节的伤兵，但伤害并不够秒他自己。看看河蟹在不在？河蟹在，这个红我不吃。哦，这个红我们不管，让盲僧发育一会儿。看看上路没月塔，我操！锁是假也太狠了吧！这逼游戏真是被他，真是被他玩明白了，真的。打不过，没办法，这个人妈裸了个逼锁是假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肯定是不让这个维恩吃线的，直接往上走。绕后不要丢 Q， 直接往前追。不要丢 Q 啊，丢 Q 容易被秀。没蓝直接往前走就行。大家看，一丝水完了。哇，没办法，消失太低了。很正常，打不过。确实没办法，他开机跑，他妈老子必须开到这片的，他不上当，有那么好精灵力。不过还好我发育很好，不过我们上路要记了，上路确实管不了了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确实没办法了，还搞得我他妈小龙丢了。对面中来没闪现的，等中来有大招往下靠吧。这个逼太恶臭了，真的，就是这个韩服就喜欢玩些数值怪，你知道吧？那上路不是选那么小龙，就选那种沙皇，贼恶心。然后就直接出肉，然后起来就只要你不管他就赢了，因为他个逼英雄数值太高了。有点离谱了，崩盘了，而且我还去给他一波压力，兄弟，盲僧没大招了，他这维恩不会管他，我们直接看盲僧，能打能打，他会拿下。哎，为什么没捡到？哦，打不挡他二 Q。哎，我为什么没吃闹子啊？盲僧大了吗？先把装备吧，打不了。嗯，中了，哎，但伤害并不够，很极限。但这个龙没蓝了，兄弟。保着下路控小龙，不要乱跑了，我操！我上路，但是我真的感觉上路能救回来，每次都差一点点，妈的，不信我！给兄弟压力搞得贼大，去对面也去反应不？直接绕过去，看看能不能等他吧，等这个能走了，贪不野怪，不太行。眼 A 了，稍微吃一波。他出锁甲我管不了啊，我的数值很怕这种地方。烫死，快跑！跟他妈老鼠人一样，好他妈恶心啊！
一只蓝头白拿了，等我摊一波，马上来。里面是中华没闪。 哎，这维恩我得想办法处理一下，我真不能不管这个。我感觉，如果不管这个维恩，他妈这把试试好不好？因为我感觉不管这个维恩，我感觉死的更难看，你知道吗？ 到时候出了这个维恩就无敌了，得管他一下。有能力管还是先管一管，别待会妈买千面者了，或者买蓝盾了。妈他妈真下班了，他很喜欢数值，就那个就跟那个肉杀皇一样，就只玩数值，知道吧？就是靠这个比英雄一个面具啊，或者一个出败开始出肉，就跟这版本的小龙一样，也是直接打上单然后出肉。 靠数值玩，有眼吗？这个？但是这把我不怕，因为我们有右手，而且他选了一个我们小组很喜欢的英雄。 这个英雄跟我们的配合会非常好。哎，中路有限，我们开龙吧。哎，马上来了，八级。哎，可惜我没在中路吃到兵线，瞎血量都没打到呢。稍微打点血量吧。稍微打点血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龙了。啊，对对对。 那得了，麻子肯定啊，先别着急，看麻子肯定。三米就出去，这个龙没闪了，我有点扛不住。Crazy， 扛不住了这不，踢到要嘎，赶紧去打龙这不。麻子没大招，泰坦没闪，能收一个泰坦。 他没闪，人杀。我们得拉出来，兄弟们，拉出来，别被盲僧单逮住。真他妈拼成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到极致看血量，不能换这不，稳一手，尽快能换。 有点难，帮忙吃下血量，但我顶不了，别追了，我没 Q 了，盒子恐惧，闪开我，秒不了他，他有护甲，怎么办？稍微摊波野区，我们摊波野区，慢慢打吧，不能再摊了，泰坦在我家野区做视野，我们这么直接毙。 但是他喵的河蟹好了，我靠，这台一个追不了，这他妈被一个 RQ 给我砸死了，操你！ 起飞了！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是男人的魅力。我会让你见识到
什么是男人的魅力的。求多妈的 ，man， 我的外裤，咬一下，再咬一下，再他妈咬一下呀！哟 ，Boss on you， 哟，好像要加分喽，兄弟们，局势一片大好。好像要加分啦、啊！看看对面阵容有不假鞋吗？没有，对面主要是一个锁子甲比较恶心，我们还是先买三刃。如对面灵活啊，或者是我得补，我觉得后面得补一速。但第三个装备我得买大双甲，别待会儿，别待会儿太肉了翻车了。那小子数值比较低，下面装备的话其实可以团队一点，包括这一把我。喂，你好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这把稍微没伤害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把也不动，只要稳住就行了，稳住控红。我能看好这个龙，我这把赢面就很大，只需要小龙就好。怎么地上一个人都没有啊？黑的像条，黑的像条温泉。地图上，你看这个右手，把走一个草丛的，走一个草丛的一个技能，兄弟们，这就是顶级选手，绝对不会给你这种低级思维，顶级兄弟们。就是不存在给你这种失误，盲僧踢一波回来，隐身过来摆盒子，卧槽，飞镖减速丢不掉，只能过来当个小卡拉咪，卧槽还反杀了，鬼也没闪，关键信息，你们要记喽，鬼也没闪呐、啊，怎么跑？鸡巴还没消啊，隐身过来，原地回神，呜呼弹喽，完。喜欢在这玩，老子哥把飞镖一飞镖一轮头，怎么玩？拿下！全明星局，这就是主播的对局。但这把他妈玩的好恶心啊！遭对面他妈套路逮了，打王者我重拳出击。